我们今天要前往香港海洋公园。或许有人会问我，为什么不去迪士尼？因为国庆假期迪士尼太多人，票价也贵，并且我们是打算12月去上海那个，而海洋公园是只有香港才有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海洋公园。2000 years later， 这里就是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了。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，全长55公里，其中主桥长23公里，香港连接路长12公里，珠海连接路长13公里，海底隧道长6公里。我们现在就要登上前往香港的金巴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香港到了。我们要先搭 B6 前往东涌。2000 years later， 东涌到了，我们要换乘港铁。港铁香港站到了，我们要步行前往中环站。Amtrak 已经是英制时期的火车了。我们要换乘南港岛线。2000 years later， 海洋公园到了。上山了，我们要坐缆车了。上山了，飞天秋千完了。
摩天巨轮完了，热带激流完了，这里有两部过山车，两部我也完了。夜晚了，要离开了，我们坐海洋列车下山。离园后，我们就回家了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